CD Plus FM 新周主编点新闻。 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五的新周主编点新闻。Hello，你好，我是 Christine。Hello，大家好，我是丽萍。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当然我们就要先来聊聊这一则，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几乎啊天天都成为头条的一个课题，那就是找一文的风波。嗯、教育部早前呢就不顾华氏的反对，坚持宣布找一文书法课程照跑，结果就引来更大的反弹了。那在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无论是啊、呃、这个。 华社团体呀、啊、家长或者是政治人物等等呢，嗯、都纷纷站出来表达啊他们的那个看法。当然，反对是占多数的。 以目前的情势来看，我觉得这个早一文的课题，相信还会再闹了，不是不应该说是闹，应该就是说还会议论了、嗯、一段的很长的，看起来会不会这么快落幕？主要是这个，我觉得华社的这个反弹声音太大了，嗯、<哼>而这个教育部、呃政府还有这个政治人物，几乎我觉得他们。 我不了解他们到底是无法感受到这个华社的担忧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已经是势在必行、开跑，以致他们也无法力挽狂澜，只好是用一种呃自圆其说的方式，要希望让这个事情尽快落幕。嗯，我觉得这个只有相信是教育部自己才会知道了。那其实这个教育部副部长张建群、嗯、他前几天也是有和董教总等华社还有英译团体见面，嗯、而且他们也是达成了几项的共识，包。 或只会向学生介绍找一文书法，嗯、而不是学习找一文书法。同时呢，也承诺说，就是呃，介绍找一文书法的教学内容呢，不会作为考试的题目，就是不会增加老师还有学生的负担哦。那还有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呢，嗯、教育部同意在修改课程评估标准 （DSKP） 的时候，嗯、就会邀请花教还有大明尔啊、呃、教育团体一起来讨论，确保说大家都认同之后才落实的。 呃，就在当天这个宣布这个共识的同时，我就突然我又看到了，就是说教育部也准备在小五跟小六也要在后年开始落实。嗯、我觉得这个共识跟这个落实新的一个，就是五五年级和六年级也要在开跑的时候，我觉得华社应该如果是作为华裔家长，他们心里面是不会放下这个，嗯、不会安心，不因为这个共识而安心，<对>反而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是，诶，好像是没有回头路。 了，尤其在这个早英文的课题上，我觉得很多人都希望，因为你知道，西蒙政府上了一年来有一些政策都在优转了，<对>那么很多人都希望，哎，这个在早英文学习的课题上，都希望这一次教育部就来个杠杆的优转吧。嗯嗯、可是。 以目前的情势发展来看，优转的机会几率是非常之低了。嗯，是。那我在想说，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找遗文风波呢会被闹得那么大？嗯、是不是因为可能啊，大多数人他们对于就是政府呢已经是失去了这个信任了呢？嗯、因为像是平时啊，像以前吧，<对>如果说新门政府他们可以先去承认统考，那现在来跟你就是介绍说这个找遗文的话，至少让人们呃就是知道说以前他们也是。 已经兑现了承诺。那现在呢？如果说要推行这个教育文化，可能反弹，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大吧。嗯、其实就是说，这个尤其是华人对这个政府的不信任，并不是一朝一夕了。就是说，从所谓的前朝就已经开始累积了。那么，因为新政府上台的时候，大家都有很高度的期望，希望他有所表现。是可是，在这个一年多来，我们就发现，我们就以这个刚才你提到这个承认统考为一个。 最好的例子就是当时候在竞选宣言上，大家就提到了是说会马上承认呢、啊，就是说甚至在他们西蒙的政治人物都不断在嘲讽前朝是承认同考是一里路的时候，<是>现在大家都说哎，这个反而是反反而现在看起来是承认是条条千里路了。<的>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呃，你让呃这个人民失去了信任的时候，就开始对你的信心动摇的时候，你又推行这个早译文的时候，嗯、大家就认为到。 我们说好的以民为本在哪里了？嗯，是。那另外呢，我觉得说明年小四的这些学生们呢，嗯、他们其实还挺不容易的、啊。为什么呢？因为除了找译文之外，他们还要学习编程。因为教育部是已经将这个编码课程呢纳入四年级设计和工艺的课程里面。嗯、所以换句话说，除了 Java 还有 Java 呢？对，我就想，如果是大家有去翻阅一下现在小孩子的课本。 嗯、我们会发现，他们学的内容其实是越来越深奥了<是>。我觉得，像孩子的压力真的是挺大的。就是他们学的东西，为了所谓的我们所谓的与时并进啊，嗯、<哼>他们要学的东西是太多了。嗯，所以他们的压力其实也很大。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想，教育部真的是有站在学生的角度来设计他们真正需要的这个学习的内容吗？嗯，对。那最后呢，只能够说是现在啊，嗯、的确是苦了。<对>呃，现在的这个小。 小学生们吧，就是大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呢，有没有问过小朋友说：“哎，你们到底愿不愿意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希望把教育部所做的每一项决定呢，就不要再去加重这些小朋友的负担，<对>就是让他们快乐的学习。我觉得现在是离这个快乐的学习是已经有点远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再继续的会有新州主编点新闻。